但你现在是有多不行，还要靠东西来补。你有打过野炮吗？我靠！白云背后一碗亏是多不行，任摸过杨秀辉妮妮姚师傅。我现在看宇文你的频道哦，你真的是女性版的沈玉琳啊！啊，你看，温柔娴熟的外表，犀利劲爆的言语，就是黄色教主在下我。欢迎来上好友和宇文频道，是说两人现在共通点就是单身 ing。你是说如果我真的再婚吗？哦哦，没有，真的再婚，我一定不会选你啊，不会选你啊。欸、我很喜欢吃虾壳，哎，我可以吸它，哎，好吃，哎，越硬我越喜欢。你是山上有咬平或者呀？你补充一点那个甲壳素啦，而且你晚上要猛一点啦。猛一点，你要叫那个天鹅色那个青稞，你知道吗？但你现在是有多不行，还要靠东西来补啊？你最近有在用吗？跟谁用？秀慧姐哦、喔。你是头壳去拱掉哟？我跟你讲。秀慧姐，我跟她的感情哦，就是哥们闺蜜，我绝对不会越雷池一步，这是一种规矩。木瓜奶软吗？天哪！白云姐是当天是喝水喝到喷出来，不小心溅到杨秀慧长辈上，要帮忙善后。我就很直接，手就过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前面那个差不多1.2秒是有一种舒服的感觉，那才想到哎。不对，我是男生，她是女生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其实呢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你真的也懂事了不少。平常你有没有在家里看一些艺术电影？有，我最近重看了《教父》1、2、3集。是男教父还是教父而已？我最近重看了《Godfather》，我看的是这个《教父》，那你看的是什么？没有，你看的是《素懒教》。是素来教主。我以为向来对性事话题就很开放，说我的观念是觉得性是很自然的事，所以女生也可以大方的去讨论跟分享。以前孔子他们那个时代，食色性也。做那档事就跟吃饭一样。但你吃的比较多，做的比较少吧？现在算是一般，算停滞了。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，就像我喜欢去游山玩水。你有打过野炮吗？我靠！我告诉你，来我频道男人不讲实话不行哦。我跟你说，鞭刑，抽鸡鸡。一定有吧？在哪里打？我想听，因为我没有过。山上帐篷的外面就是山。那地板是什么？是泥土？就石子啊，石子啊。石子很硬哎。谁叫你躺在那边？不是躺着，你看到吗？不，这个是树。不是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哎，我不要播了啦！我为什么找你拍一个？不是啦，我在看有没有人来啦。我要左顾右盼啊。哇，好了啦。哦哦哦，连动都没动你。